我们决定先让大家去宜兰酒厂好了。哦，酒厂那边厕所比较多了。哦，那因为我们的朱大云他是九点才开门，哦，所以一定要找个地方让大家先上个厕所一下。哦，那顺路的话就是酒厂先让大家先进去逛一逛。那如果说过年的时候那个灌墙阿北贝爷啊，不，哦，这里面那个他们的酒厂里面的灌墙真的好吃又有名。哦，那还有他们。现在市面上都看得到了他们的一些泡面，哦，泡面哈，哦，本来外面还看不到的，后来近两年好像市面上都有了。他们的泡面麻油鸡啊，还有那个绍兴的那个，哦，都还不错吃。等一下到酒厂哈，哦，可以去逛一下哈，哦，顺便上个厕所。